为什么不给茉莉垫子？最近只要有龙子出镜，就有人问为什么不给茉莉垫子，还有人说我虐待他。看这个，炸炸炸！我就说，铁丝都断了，垫子就更不用说了。一方面是他不喜欢，另一方面他激动就会尿床的。咦，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让我尿过床吗？好了，说两句就生气，小心眼儿，别气了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水果，刚才就当我没说，开心了就乐一个，真棒。